LPL 金沙集锦由雷博游戏微系列特约赞助，千变万换，防水免侵，游戏梦想制造家。购置过装备的，下路里面二连过去，四方老贼护盾挡住了盛大登场，点火挂给了 West， 外这边交闪还是被敲零敲晕了，但是一个一技能拉了横空跟拔回来，这边保了闪现一个尾巴收走牛肉，对。而且确实宠，哎，闪现 EQ 直接逼闪，天崩地裂坐住，再等等下一炮，您收走这个人头。这个就是酒桶刚刚回家。一过来的后面有人反蹲，这个位置直接 RW 过来挂点火，大招一拉，酒桶一个大招炸了一下，轻雾重装回到 Rookie 身边 ，Rookie 这边血剑非常惨淡，皇子过来治疗的 Q 技能给 Rookie 回了好多血，最终完成中单一换一，人头是被皇子拿到的，而且这波又来了，看一下直接过光墙，这波把夕阳杀了的话，夕阳是跑不掉了呀，这没有人都掩护他，是的。而且思阳的死直接带上路一血塔告破普龙，但毕竟正面只有三个人，现在发条的球停在了酒桶的左边，卢仙赶过来先杀，直接开掉，开到 Rookie 什么技能没交出来，直接被带走，皇子进场秒掉牛头，选择酒桶先交惩戒回一下血，宁这边有点出不去了，也惩戒一下，隔墙给了个治疗给奶回来了，但是土龙应该是 OMG 要拿下来了，木刃就要做啊，这个木刃就要做出来了，下面抓德善，德善这边苍穹之月跳完被破坏吸了一下之后吞噬一口咬掉，就德善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往那个墙继续偷龙，而且 OMG 这边刮一下发现了，应该是发现了酒桶要下去了吧，下去了吗，上去，特别是你逼退了两个人，交闪进抢，这边艾空的输出非常高，直接后排接死发条，打退辅助，哇，这一波抢到大龙，哎，真的爆炸。我还在想是谁去限制酒桶，结果发现他们真的就是想靠自己 rush。是落胶二大陆的限制，小心也走不掉，被牛头一个二连摁在地上。基维尔的那个弹射一下全部死完，而且确实啊，下路没有开起来，直接开了，里面是正面作战。但是发条大招拉的还可以，把牛拉回去了。这边你很肉，但是也扛不住了，再肉也没有夕阳肉啊。小溪里面在风热夕阳，侧面的话，等下也被卢仙收掉。还好是下路组合踉踉跄跄跑了回来，但是在野侠要大了啊。就哎，这波位置想开克加斯跳上来，手上有闪的队友也在啊。直接反打，德善差一丝血，但是这个位置。发条大招拉得很不错，侧面一个开大招牛头，两个人在那扑老贼，两个人绝命搜索，交闪上去，反向的一个一闪，现在已经成为了小溪的招牌了，感觉。哇，他是一个反向上去的一闪，就是难道说剧情急转直下？哎，你们直接进去推防掉啊！是的，最快的跑车七秒，这个七秒这个阵容退场太快了，七秒这个结构上去卖自己，但是直接踩一脚，根本不管你，这边冲出来。